玻璃擦干净。擦干净之后，在吸盘上面喷水。为什么要喷水嘞？师傅来教一下。喷水在吸的时候，水会把空气排出来，这样到里面就可以形成真空。当真空之后，哎，这样就很紧了。然后，吸点放上去，手机，手机，搞定。导航。随便弄一下。好，谢谢师傅哦。